一群老弱妇孺被武装分子压着扫清路上的地雷，一声巨响，一个老人被炸飞，随后其他人继续向前走，山谷里回荡着地雷的爆炸声，又一男孩抱着收音机炸弹向俄军哨所走去，哨兵上去拦截，一声爆炸，三个人全部被炸飞。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唯一继承国。塔吉克斯坦于1991年9月9日宣布独立后，国内各种政治、宗教、地方利益集团斗争日趋激烈，导致政局持续动荡。1992年5月，反对派组织的民兵与政府的国民卫队发生武装冲突，俄罗斯的201摩托化步兵师作为维和部队的核心，驻扎在塔吉克斯坦首都和边境地区。1992年11月，塔吉克斯坦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帮助下，首都杜尚别基本恢复秩序。反对派失去合法地位后，开始在阿富汗建立流亡政府并训练武装力量。1993年秋，已经拥有6000名武装人员，他们经常袭击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边境。1993年7月，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人员在塔阿边界挑起严重冲突，他们向俄罗斯军队驻扎的第12号边防哨所发起突袭，打死俄军25人，被称为713事件。安静的前哨所讲的就是当时的故事。影片从一个老爷子去纪念自己的战友缓缓展开。扎吉尔阿加老爷子居住在哨所附近，德高望重，胸前的战斗勋章熠熠生辉。每年这个时候，他会回到前哨站听留声机里播放的美妙乐曲。潘科夫少尉用边防哨所最好的茶水招待了老爷子，他刚来这里6个月，与当地的老百姓关系处得很融洽。少尉以前一直在塔吉克斯坦军队服役，2名士兵奉少尉的命令运送一袋小麦面粉到奥尔加奶奶的住处，而他的孙女朱莉亚看到有当兵的来，焦急地问潘科夫少尉呢。此时少尉正在哨所里给战士们讲授当地的风俗习惯。塔吉克斯坦历史上伊斯兰文化非常发达，苏联刚解体，边防哨所的旗帜都没来得及更换，墙上依然是列宁的标语，苏联国土神圣不可侵犯。来自乌克兰的老兵望着眼前的这一幕感慨万千。萨拉姆以前是阿尔加奶奶的学生，来自东部帕米尔高原的山区，他对朱莉亚爱慕已久，这一次特地带着礼品上门提亲，但是朱莉亚一口拒绝了萨拉姆。潘科夫少尉的妻子远走他乡，始终没有寄回一份家信。少尉为了排遣想念之情，一个人喝了烈酒，在房间里唱起了哀怨离愁的男低音，远处的战士们听得入了迷。上级用直升机派了一支特种作战小队，以应付日益激烈的边境局势。队长是博布洛夫斯基，恐怖分子悬赏100万美元要这个队长的人头。指挥官随即安排士兵在哨所附近布置预警装置，不久敌人不小心触发了信号装置，士兵们拿着装备进入战斗状态，但是武装分子已经逃跑并留下一枚炸弹，随后他们成功将其引爆。这一天指挥官带着2名士兵前去村子里巡逻，他们看到一个可疑分子劫持了朱莉亚，从他穿的皮靴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武装人员，为了朱莉亚的安全只有放他走。哨所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潘科夫少尉决定射杀一头野猪来犒劳自己的部下，围着一口炖猪肉大锅，战士们一脸的满足，空中到处飘着猪肉的清香，种种迹象表明大量破坏分子正在哨所周围监视以等待进攻时机。哨所得到消息有武装分子已经到了边境线，于是特种小队前往边境巡逻，少尉不小心进入了敌人埋伏圈，用第六感听见敌人开冲锋枪保险的声音，从而躲过一劫。随后哨所的士兵赶来支援，特战小队抢先行动，狠狠地打击了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原来博布洛夫斯基的妻子多年前被武装分子绑架，至今生死未卜，特战小队随后埋伏起来，当武装分子的车队进入他们包围圈之后，随即向他们开枪扫射，武装分子头目被打死，这时车上还有一个女人向队长开了一枪，幸亏躲闪及时，只是伤到了脸，这个女人也被打死，原来她是武装分子头目的妻子。车上还发现了一名婴儿，这个婴儿是这个女人的孩子，孩子是无辜的，队长起了怜悯之心，抱起她带回了哨所。武装分子头目们在开会，
由于另一路的人员被袭击，他们要重新制定计划，以免遭到伏击。危险越来越近了，根据特战小队获得的情报，恐怖分子集中了几千人的兵力，准备围攻哨所。这些人都曾经在巴基斯坦的营地里受过很好的军事训练。扎基尔阿加老爷子前往劝说叛军头目萨拉姆，但是萨拉姆认为老爷子是间谍，坚持自己是为祖国而战，派人把他杀害了。哨所得到情报，他们迅速进入有利位置，在通往哨所的道路上埋上地雷。武装分子抓了许多村子里的人，让他们趟着这条布满地雷的路前行。一个老人不惧怕，独自走在前边，突然一声爆炸，他被炸飞了。埋伏在哨所的士兵听到那些爆炸声，怒骂这些人太没有人性了。随后男孩被迫带着收音机炸弹向他们走来，两个士兵为了阻止他被一同炸死。武装分子开始使用迫击炮轰炸哨所，炮弹所到之处，所有房屋被炸毁。一个士兵想上装甲车，一枚炮弹击中了他，他们想呼叫增援，但是通讯已经中断，于是士兵们只能奋力抵抗。炮火停止之后，大批的武装分子向他们扑来，特战小队率先迎战，少尉跳上装甲车，向山上的迫击炮目标一阵狂射。另一边的特战小队也潜进了村子里，断掉了迫击炮阵地，于是他们利用这些迫击炮向河边的敌人迫击炮阵地还击。那个老兵并没有被收音机炸弹炸死，他背起战友返回哨所，在半路上却遇到了敌人，两个人被他们泼上汽油。当队友赶来时，他们已被这些武装分子活活烧死。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武装分子占领了哨所，头目命令他们把这里全部烧掉，俄军掩护剩余的村民撤离，而指挥官则带领一小队士兵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掩护队友及村民撤离。当武装分子出现的时候，小队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随着敌人越打越多，而他们也损失惨重。三个士兵留下阻击敌人，扔出手榴弹冲向敌人。少尉拖着队友向山顶走去，身后的武装头目掏出匕首准备把他们割喉，随之埋伏在山顶的机枪手突然向他们射击，武装头目被打死，敌人蜂拥而上，狙击手中枪倒地，机枪手被火箭弹击中倒下，少尉拿着重机枪向他们扫射。这时远处支援来的直升机出现，将这些武装分子尽数消灭，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伤兵松开了手雷。安静的前哨上映于2010年，影片中对俄罗斯军人视死如归、睚眦必报的风格极其崇拜。俄罗斯人的性格真的很复杂，除了战斗品质外，还有东方人特有的家国情怀、赤子之心。也许俄罗斯就是那种你不属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一个复杂而特殊的存在吧。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你们的点赞与评论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